明白了。曹操与袁绍的大战由曹操首战告捷，但面对强大的袁绍军，曹操军只有防守之力。 然而，曹操得知了袁绍军屯粮于乌巢的消息，突袭乌巢，烧毁了兵粮，袁绍军全军覆没。就这样，曹操于官渡之战大胜袁绍，天下大势倾向了曹操。试图挽回败局的袁绍。 在仓亭再次对决曹操，结果一败涂地，失意之下一病不起。此时在江东，孙策骤逝，孙权继位。在汝南，刘备败于曹操，逃往了荆州。不久之后，袁绍病逝，为了争夺继承人之位。 袁谭和袁尚展开争夺，开始了骨肉之争。认为有机可乘的曹操出兵冀州，开始平定河北。汉建安7年，战火席卷了河北。
連れ抜くため心を起こしいざたまえ旅